我今天早上7点就起，现在都已经下午4点了。你今天早上为什么起这么早呀？因为你们告诉我必须要8点多到酒店，不能迟到。我今天有3个活。那你昨天晚上几点睡的？2点。昨天咱们不是也工作到好晚吗？工作到好晚回去，整整洗洗涮涮就睡了。那你这已经是连续工作9天了？基本上一直在工作。我们等一下去参加的是什么活动？我们待会儿去参加的是悦木之源。你桌上这些产品应该都用过了吧？不是说，但它就是有的人是说每天用，但有的人就一周湿敷几次。抖音。